为最佳女配角的温真菱，还有入围最佳美术设计的陈柏任，以及本片演员同时也是颁奖嘉宾的纳豆，以及电影团队。本片描述三位主角其实呢，他们内心都是不想一个人，非常的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。温真菱在里面表演细腻，让人充分感受到因为爱情跌入到火坑的纠结，是本片的一大亮点。纳豆呢，他也曾经获得金马武器的去年最佳男配角。我们这边请。 欢迎，哇，真玲又见面了，哇，今天好漂亮啊，谢谢。是，今天穿的是林丽特别，林丽老师特别定制的红毯服，然后珠宝是 Patron 的珠宝，谢谢。哦，对，我有带一个我自己就是支持婚姻平权的别针，对，它是彩虹星球。 其实我比较紧张的是，等一下就是第一组上台颁奖。对，刚刚有跟豆哥讨教一下，应该是可以蛮放松的。因为那个大豆有那个电影圈的吉祥物，就是在他在你旁边有没有觉得有种幸运的感觉？有，我刚有握了豆哥的手之后，就是不能再握其他人的手。对，吉祥物。我觉得应该是要。 请大家看12月24号，对，我们在电影院其实有蛮多蛮激情的场面。那豆，你今天来是很轻松吧？今天来，其实有点紧张，因为我颁的奖项可以先讲吗？还是不行？可以啊。对，因为我颁，因为那表我因为我是颁女配嘛，然后那个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个奖颁到珍妮手上，这样，对啊。 我可能会先哭，然后他就知道，我就不用期待这样。他如果是他，我就啊，然后他就知道中。那你有颁给其他人，还是会展现的？当然要啊，当然要啊，能够入围是非常值得恭喜的事情。那先不管你颁奖，对，不管你一起。你们两个踹到发挥，很想笑。我们先不用。我没有，当然有蕊好一些，但是其实非常的辛苦，因为我们从昨天半夜通了电话，然后今天白天也通电话，一直在想要怎么讲。那我们最后应该会选择一个比较。 就是把时间留给得奖者的方式来颁奖。因为想冠廷的那个幽默感，稍微有点快超越你，有压力。哦，冠廷的幽默感非常厉害，所以就大家期待这样子。谢谢。